这些人呢，自有跟随他的爷爷呢，在深山老林里边打猎、抓蛇，那是练就了一身好本领。那么现在给我们大家现场表演的是比空转蛇，他要把这条蛇呢从他的比空里边钻进去，然后在里边转上三道圈，过上三道弯，让蛇来从嘴巴里面钻出来。这个节目呢是相当的危险，希望我们场内的观众朋友呢在他表演的时候呢能拿出掌声为他鼓励，让他表演成功。好，谢谢。痛苦，而且是非常的危险，请我们观众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。